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欢迎来到禅意。俗话常说，拿起容易放下难。特别是一段感情里，一旦你深陷其中，用心去爱过，就很难真正放下。可是，如果那段感情不值得你付出，那你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？如果你爱的很深，那么你的生活里都会是对方的影子。 你走过河边长廊的时候，会回想他在你身边挽手散步的场景；你到街边小店吃串串的时候，会回味他坐在对面喂你吃饭的温暖；你回家的时候，你会回忆他站在窗台下等你的模样。但是，一直活在过去的人，永远无法拥抱未来。如果你始终拥抱着过去，不愿意放手，那么当新的机会到来时， 你要如何去拥抱新的开始呢？所以，已经结束的感情就彻底的放下吧。过程或许很难，但在这偌大的人世间，只要你下定决心去忘记一个人，就一定做得到。其实，很多时候放下一个人，并不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。只要你下定决心，决定斩断过去，再辅以一定的方法，就没有放不下的人。 山下英子在《断舍离》这本书里提出了“断舍离”的概念，他提倡通过收拾物品来了解自己，整理自己内心的混沌，让人生更舒适。“断舍离”的概念其实很简单，即断断绝不需要的东西，舍舍去多余的废物，离脱离对物品的执着。其实，在感情里也是如此，只要做到断舍离。 就没有放不下的人，断了和他的联系。一段感情的结束，一开始肯定是痛苦的，也不会习惯。但是只有真正断开联系，你才能重新开始。电影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中，燕子向猪头提了分手。燕子说完后，不管猪头怎么挽留，他都收拾好了行李，坐上出租车离开了。他心里也有不舍。 但是他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感情，所以他选择和猪头断开联系，让两个人都逐渐放下。很有观众会说燕子狠心抛弃猪头，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，燕子是想猪头早点开始全新的生活。燕子是一个不会轻易满足的女人，她选择离开猪头，对猪头来说也是一种解脱，早点分开。 对双方都好，既然不爱，就不要拖着，也不要给对方留下念想。有些人在优柔寡断中去结束一段感情，可是效果并不好。分分合合，情仇恩怨，最后两个人还是背道而驰。如果你想放下一个人，那么首先做到不要和他再联系。时间是最好的良药，慢慢的就治愈了。当你真正放下的时候。 你会发现你的世界都美好了。说白了，忘记一个人只靠断绝联系是不可能的，但这是一种仪式感的东西，是必须要去做的。既是在告诉对方，也是在告诉自己，对于过去，你打算放下了，舍弃和他的回忆。回忆固然美好，可是如果两个人分开了，那段回忆就趁早删除。 在回忆中活着必然是痛苦的，有些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就像时间一去不返，趁早放下才是最理智的。三十而已，李金牌销售王曼妮，在她二十几岁的时候，有一位前男友，两个人因为价值观不同，不欢而散。后来曼妮和他又一次重逢了，两个人相视一笑，对方在上海开了一家咖啡馆。 曼妮会偶尔去喝喝咖啡，但是和他都是朋友之间的寒暄。在曼妮心里，早就放下了和他的回忆。他现在只会把对方当做朋友。后来，曼妮也开始了新的生活，她有自己需要追求的生活。对方也和咖啡店的员工登记结婚了，两个人都是互相祝福对方，没有再去纠结。王曼妮这样的女人，洒脱。 拿得起放得下，不去过多的纠结于过去，但是也能坦然面对未来。他也经历过分手的绝望、伤心，但是治疗情商的最好方法就是忘记过去，重新开始。所以，如果想放下一个人，那就最好不要再留着回忆。有些东西可以珍藏，但是有的东西该淡忘的就让它随风而去。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。 其实并不需要你去珍藏曾经的回忆，不管是不是美好，都是你必须要舍弃的。毕竟，你的心如果被过去填满，怎么有空间来接收新的美好呢？和他保持距离，距离可以拉淡一切关系。很多异地恋、异国恋的情侣，谁能长长久久的撑下去？很多时候，距离远了，就不会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了。 三十而已里，顾家知道许焕山婚外情的时候，理智的安排好家里的一切，自己买了机票离开了上海。他想离开那个让他伤心的地方，离开许焕山带给他伤害的，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疗伤。他去了新的地方，换了一个地方，也换了一种心情。其实人生没有什么坎儿是迈不过去的。顾家静静的坐着，流过了泪。 尝过了被背叛的滋味，他现在要开始重新生活。如果有一个地方让你感到伤心，那你就没必要再留恋；如果一个人给你带来伤害，那你就应该和他保持距离。藕断丝连是感情里的大忌，既然感情结束了，那就当互不相识，保持距离最好。男人也好，女人也罢，你都明白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：这个世界上。 没有谁和谁是分不开的，更没有谁离开谁就活不下去。最好的释然就是学会自我调节，调节心情，调整情绪。你可以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你也可以约上两三好友喝喝酒、谈谈心，你甚至可以整装待发，努力提升自己。何必执着于过去？何必抓住过去的人、过去的事放不下？ 放下一个人的好方法，其实并不是删除、拉黑，而是断舍离，断开一切的联系，你就不必沉溺在过去的回忆中、痛苦中，接触新的人、新的事物，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就像山下英子在《断舍离》这本书里写的那样，不管东西有多贵、有多稀有，能够按照自己是否需要来判断的人，才够强大。 不论过去有多美好，那个人带给你多么难忘的回忆，你都要知道，你现在已经不需要一段让你伤感的回忆了。将过往丢弃才是最好的做法。你要学会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，在狠心断舍离的过程中，放下那个人已经成为回忆的过去，真的没有值得任何怀念的地方。 当你放下过去，迎接新的开始，在回忆这一段放下那个人的艰难时光，你会感谢这个时候舍得让自己去试着断舍离的自己。正是这个时候的清醒和狠心，让你拥有了更加美好的未来。